这次要介绍的角色是白道漫学鲁迅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鲁迅的数值：攻击型、种族、英雄、昂诺、cost 58、血量7000、攻击力5200、回复力2900。以攻击型的方面，攻击型方面的话，这个数值是非常漂亮的，不管是血量、攻击力跟回复力都有达到一定的水准，尤其是那个回复力在攻击型里面算是偏高的。技能的部分，特大重雷射，攻击型以外技能 CD 减一，两回合绿转红爆弹大掉落，低几率掉落最多三个我方大炸 C， 红属性的红色射珠特大，没有大幅强化。第一雷射的话，这是特大雷射的话，就是可以直接射满46颗射珠都直接清掉了，这样的话对于版面上一些糟糕的陷阱珠有一个很好的抗性。减 CD 的部分，大家都知道减 CD 非常的强力，两颗绿转红爆弹大掉落就是不会有卡板的问题，但是在只有转一射的状况下还是会有机会卡板，就是假如说爆弹落的位置很戳的话，但是红爆弹大掉落还是非常的强力的。低几率掉落我方三个大炸弹 C 珠就是一个增加输出的一个手段，而且假如说掉到自己的有关接 debuff 的角色的 C 珠的话，还可以帮忙做一个接 debuff 的部分。接下来红色射珠大幅强化，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增伤进攻的手段。 C 技能的部分，给予单体激烈伤害，一回合红属攻击提升5000。那台版官方真的是开始飙车了，继上次的金岛扇子又来一个攻击力提升5000，而且这一个是不限种族直接连射，所以说能应用的层面更广更灵活。然后激烈伤害 C58 都是要激烈伤害的。在被动的部分，伤害障碍破坏非常好，就是实用又灵活的一个被动。点燃次数加一就很普通，点燃次数越多加一，自身在前头就多一个手指。被动三，英雄角色的 HP 提升，这样的话就让他的血量变相提升到8000，也算是很不错啊。HP 最大值提升是不错的，只是可惜的是只有在限定英雄角色的部分，这样的话红属强力英雄角的话就不算多了，然后可能有一些绑到一些角色的部分，但是拿来对自己的血量增加也还是算 OK 啦。最后被动四，达到最终阶层的时候，英雄角色的 C 技能回合缩短减4，这就是一个进王关不怕没有技能用，就跟正道传的减4一样，不管在打团战、打排行、打关卡都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技能。OK， 好，那么我们来小小的结论一下吧。鲁迅的话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输出手，在于 C 珠有一个红属激烈弹，红属攻击加500的话，在叠攻的方面是非常强力的，而且对于陷阱珠的抗性部分也是非常 OK， 因为有特大雷射。然后接下来版面的控制也是非常好的，而且被动在于配合的方面也算是 OK 的，所以强度厨就抽吧。他要是我一生佛系只抽老婆，那有爱最美好，也用力的抽下去吧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个喜欢，觉得不喜欢的话也要点个喜欢，然后别忘了订阅还有小铃铛，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